但还好他血量保持的比较好，而且小鹏这边已经来了啊，看看锤石跟金克斯也在靠，看看这个 W 能不能命中过来，稳稳的命中。如同这个英雄当前版本火热的原因也正是如此，打得比较的油，是哎，就这样不太给对手机会，有点危险，而且酒桶也已经上六了。对啊，赵鑫这爆破果实下来，他这个位置刚好很尴尬的呀，这波 zoom 感觉有点贪，已经看到了赵鑫 这波选择了直接给一个单杀，这波桑克斯的闪现马上就要转好了，但这个口子有点被占住了。是的，又先找打野 view， 一千多的血线已经可以斩杀了。酒桶想打一波先手，人群炸散，赵鑫直接把这个先锋给抢掉了，先集火 zoom 开启了大灭，但是自己血有点吸不太动了。赵鑫有一个突刺抢到这个人头，哇，这一波这里四个人包过来，金克斯可以远程支援一发大火箭，两个人都有闪现，中野辅全在这里先勾勾到 stay， 进化秒解，露露疯狂生长抬起来，大火箭是中到了两个人， stay 可能先行倒在地上，但是死前换掉了一个打野，自己是提升了一些，原本他落后金克斯不少补刀，尤其是支援先锋团的时候下路是损失了一波多的兵。我们再看这里 biu 先手的非常好，嗯，小鹏应该是配合左想去打一个控制链，当时离开了先锋的范围，而两百多的先锋直接被赵信给剑魔，现在还是没有踢的，这条小龙感觉套过没有那么好争啊，让小龙围在当中惩掉小龙，别被直接闪开，但是开的不成，没有把小鹏给炸回来，小鹏这边自己也交了一个闪，现在感觉 W 还是有机会撤退的，但锤这边直接闪现留到了厄斐琉斯，哦呦，锤石这波指动打击很漂亮，剑魔的这个开启大灭之后 AOE 砸得很满， Stay 也要倒，双 C 都倒了，这是滔搏的收割计划，金克斯 W 减速 Vio 捅过去找 Knight 的麻烦，但是 Knight 是很灵活的呀，不行，成就了 Knight 的 double kill， 又没炸回来的情况下，就导致滔搏是可以打一波反手的。你看，并没有选择跟队友集体往右边去后撤。嗯，而小鹏这波的选择也很好，他是去没有贪，因为虽然队友都在了，但是也是直接交闪去把这个大躲掉了。因为这波他也知道一旦被炸回来的话可能这波正面就打不了了，而且卓的这个锤石指东打西，原本以为他要勾这个被金克斯减速的扇子，但是反而是往人群当中的 stage 勾，导致了 W 直接双 C 阵亡啊，现在打了这波香克斯是有大招的，要直接开车了，开车来到塔后，这边第一扇动物被炸到了塔上面，直接开启一个大灭，但感觉这个位置应该没有办法反打，再吸一口，砍了一口，酒桶这边扛到了一个极限，直接拉出防御塔的范围，哦呦，很能拉扯，祖母还有没有后续的机会，不行了，虽然说把三人打残，但是自己还是命丧防御塔下，可拉鸦也被打出闪现，上塔给吃掉。再看一下祖母在塔下W 分开顶塔，其实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酒桶把自己顶到比较极限的血量，然后后面 Vio 来扛，是这一场其实很有可能见到这种画面啊，哎，双方的战场其实是被分隔为两开的，主要前面变成小动物，被瑞兹 EW 连控，再加泳双给定住，酒桶在右侧被开过了 Jack Love 被逼出闪现， Knight 也只能且战且走，练住了 biu 之后一颗大火箭没能将其秒杀，小黄这个位置能不能将其偷掉，疯狂生长，最后被勒普兰给收掉， Vio 受到四个人的集火，大灭也开起来， Zoom 一个人扛住了四个人，在这个狭小的路口，小鹏也只有一丝血， Knight 在旁边再想偷一波伤害，对于 Top 来讲，包括这种野区的交战都是这种延伸，你看，因为酒桶它活动的范围它就很大，它刚才比如说这里滔搏是有一塔的，它就不可能在这里去先手到滔搏。对，看样子这个位置感觉滔搏应该是想先去动这个排眼的酒桶，但是结果后面有很多人，他们应该是一开始没有说知道对面有五个人在吧，虽然后面是有眼的，嗯，因为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一开始可能会直接把剑魔先叫过来让他靠一下，因为滔搏这个阵容他没有严格意义，只不过上下两条边线 W 的兵线不佳，但感觉 W 好像没有说对这个小龙特别的执着，他们可能在想如果一旦滔搏去打小龙，他们可以开车去抓大龙，正面还是想打一些先手，直接 W 闪 W 到了金克斯，这边灯笼被挑断了，哦呦，这灯笼被挑断太关键了，同时新闻眼睛炸到了卓，卓也跑不掉，滔搏下了双人组阵亡， W 甚至有大龙的机会。
我们看刚才这个阵型，就是滔博的人员是散开的，因为勒夫兰在侧翼，他需要给压力，但是正面就直接要被突破。啊，这一波 Vio 的一个突进确实立功了。是，因为金克斯如果这个灯笼没有打断的话，滔博应该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反打。被 W 的睁眼所看到，上一次想去单防他。小龙的血线已经比较敏感了，三千多的血线 ，biu biu 先上去扛伤害，一千多，先一个筒子弹，是肥哥直接惩到这波小龙，哇，三条小龙的滔博踩灯笼踩回来 ，zoom 活了下来，这波要拉开就不容易被秒了。嗯，而且这边也是看到了酒桶，两个人直接相遇了，要去打了一套。哇，不过这一套还真痛啊。确实，毕竟酒桶身上没有魔抗。嗯。侧边把酒桶打残过后，中路直接推进防御塔，想先收下 stay， 二连命中。W 思路也很清晰，中路有大兵，所以继续推中线，然后继续慢慢跟你磨。滔博这里是磨不起了，所以滔博必须二度动起这波大龙。对，这时候他们想开车，他们想开车，要做选择。但是一定要守大龙的，因为有大龙，最后大龙 buff 回家是完全来不及守的。皇冠开起来又被他抢到了，这个 feel。万军从中取大龙首级，这个时候滔博的那中心又把 Zoom 围在当中， Zoom 也倒，银燕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在龙空之上又击杀了飞哥。哇，这个位友真的太果断了，直接闪现去 W， 然后直接下去，然后就把龙抢掉了，非常的行云流水。我的天，勒夫兰这边闪现踩上来的，露露给了自己一个大招。那我们恭喜西安 WE 在这场面对滔博的 BO3 中先下一城，1-0领先。